我叫呢個黃強，咁我而家係香港城市大學材料系嘅博士生學生。咁而家咧，我喺深圳創立咗我自己嘅公司，叫做斯特迪森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我哋係走自主研發嘅道路，即係自主研發道路一定唔會係一帆風順，一定會有好多好多嘅困難。其實喺呢個項目進行嘅時間，我哋都遇到一個重大嘅問題。投資人由於佢自己嘅種種原因，冇辦法再投資我哋啦。我咁大年紀啦，一個將近30歲嘅人，要向自己父母開口，都唔會係一個好容易嘅事情。實驗室見到嘅好多設備，都唔係話我哋買嘅進口嘅設備，買嘅一手嘅設備，都係我喺網上啊，或者喺一啲好比較好偏遠嘅工廠上邊淘寶淘翻嚟。所有的開銷、所有的支出都要慳到不可以再慳。即係譬如話，我一台進口的固晶機，咁可能而家一台新的進口的設備要可能要20多萬。咁我哋買翻嚟一啲比較淘汰落嚟嘅二手設備，我當時買淨係使咗10000多。一開始有很多同行人去問我咧，點解你呢個嘢咁難做，你都仲會去投入咁多嘅時間、精力同埋資金去做呢樣嘢？冇辦法，因為我真係好希望把呢個項目做落去。咁其實對於大部分嘅海外 PhD 或者內地 PhD 嚟講，呢個都唔係咩公開嘅秘密啦。主要大部分都會選擇去高校啦，即係大學做老師啦。呢個亦都係一個好穩定比較好嘅選擇。按理說，這個應該是數字應該是對。深圳政府提供了很多很優惠的政策，我亦都關注到我哋十四五規劃把科技設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我覺得呢個亦都很符合我哋公司而家的發展路線。咁我哋第一款產品咧係用於半導體產業中 LED 行業的一個導電銀膠嘅研發。其實這個產品目前主要都是由日本和德國的一些進口公司所壟斷，我也希望我們可不可以通過我們自己的實力、我們自己的能力去把這些產品去國產化。我希望我們半導體行業有更多人才的加入，去令到我們國家我們的產業去解決到這些茶包子的問題，也希望越來越多其他行業的人才可以回中國，去幫助國家構建一個技術創新的綜合體系。